상상하기 시작하면 이렇게 가 我对他最近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他可能对自己的身材越来越自信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以前可能就遇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事物他会害羞，是但是现在呢就是什么叫抬头挺胸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讲个事儿，咱不是你那是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是我做这个的时候，然后这里顶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他现在在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too much too much， 就对，就有些内容就是不能不宜说太多，就是大家自行去见解就好了。最敢发言的一个人，大家可以看我们的那个，就是陈杰那种我就是女王的那些片段，就比如说我看过一些，就是在那个节目综艺里头的那个，可以说吗？可以拍灯，太难了，很厉害，很酷，很帅。就是我觉得他冲一下吧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很怎么讲，很要强然后很向上的一个人，但是呢现在熟了以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朋友，小朋友就他特别特别可爱，是那个应该是就是熟了以后你就没有听到听出来色盲小朋友，就是你熟了以后就觉得他是一个小孩，特别特别可爱，然后他就是特别有责任心，然后就特别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，然后特别能就是怎么讲，像成熟学生负担起重任的感觉。开始就觉得他很就是，会觉得他好像很成熟那种感觉，但其实熟了之后，对，熟了之后发现他真的是特别特别可爱，就是一个小朋友的感觉，装成熟，特别特别可爱，不是装成熟，是真的很可爱，是真的就是那种想要照顾他那种小朋友的感觉。四零那么高，我抽到的这个人是硬糖少女303里最会做饭的人。他做的糖醋排骨是我最喜欢的。是一个，哎，快来，李飞，走开，走开，一个人录。你录吧，录什么？不行，要保密，神秘，拼秘密的。正好看到了，就是吕思宁呢，我抽到吕思宁。没事。我说到吕思宁，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就是然后就是一看一眼他就哦，这个女生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应该很牛，跳也很牛，是的。然后他涂那个红色的口红，是的。怎么说呢？他在那个，在那个很多人里面会看到他的光芒，知道吧？走来走去，然后 ，OK， 很漂亮。然后看了他的舞台，也真的很牛。然后我们成团了之后，就觉得啊，因为在营里的时候我也不太认识他，因为那时候我中文也不太好吧。但是有好多次我跟他说，哎，刘晨宁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，记得吗？应该不记得。太多人跟他说了，他不记得了。他不记得，是的，每一次我就是，哎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，然后其实他就是，奶奶，谢谢，这样子。真的，然后成团了之后就知道了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也是一个脑子不太好的人，跟他的形象不太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在台上就是哎呀跳舞很好看什么什么的什么的高冷，但是在别墅里面还在那个团里有点脑子不太好，是的，但是还是漂亮的，喜欢的，没了，就是很搞笑的人，没了。不是所有小孩都是这样的，小孩他原来跟我说就是傻傻的，就是感觉就看起来就不太聪明，你知道吧？说是我吗？就是感觉看起来不太聪明，然后怎么说呢，有时候就是
不知道他笑笑在笑啥，就是笑点特别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笑点特别黑。嗯，然后个子吧又这么高，就是个子又这么高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是全团最矮，他是全团最高，我们俩站在一起就是最萌身高差，最萌，就平时都不敢跟他站在一起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就是，感觉他其实感觉他年纪小，但是感觉他蛮成熟的，就是也会照顾我们，然后。就也会挺会照顾人的，对，就是照顾我们这些姐姐们，然后也会，对，就很感觉很懂事，很懂事，然后也是特别的贴心，然后也很可爱，很活泼。然后第一眼见到他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下来，就是我们有共同好友嘛，就是跟我一个之前公司一个队友，他们俩认识，然后他就跟那个朋友说。喜欢我想跟我认识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告诉我，然后我就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下来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，我不敢跟他打招呼，因为我怕我的形象会毁在他那。你咋不怕你的形象在我这里毁嘞？我是谢谢你的粉。然后你知道，我就害怕，我就不行，我说跟他第一眼不能暴露我的本性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要矜持，然后我就很高冷的对他，然后他就感觉他对我很失望，因为他觉得我总是那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观感其实观感极差，但其实不是，我是感觉怕毁了我的形象，你知道吗？就还是要有点形象的。然后后来相处，然后到更熟的时候是成团之后，就慢慢的露出了本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，毕竟要在一起两年，感觉你想隐瞒也隐瞒不了多久，就感觉释放。对，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。他从成团到现在的变化吧，就是刚成团，就是他老是自己一个人待着，然后，自己在房间，然后我们练习休息也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坐在旁边，然后怎么说，就比较独立吧，然后不太会依赖别人，然后就是，但我们也会担心，也会关心他嘛，但是就是，他还是一个就是非常独立的女孩子，然后呢，但是最近呢，我就发现。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，然后需要保护的小女孩。反正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怎么说呢？更依赖我们，然后愿意跟我们一起聊天，然后有什么事情也愿意找我们帮忙。我觉得这就是我最近感觉到的最大的变化。我是张一凡，我是刘先宁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乃馨，我是硬糖少女陈卓璇。大家好，我是糖少女303的魏晴。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赵月。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西林娜一高。硬糖少女303在今天成团，我们是硬糖少女303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硬糖少女303。今天是我们第一张专辑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在一起享受着这种快乐，特别好玩，因为有好多个场景。来，恭喜硬糖少女303。有少女的甜度，也有追梦的硬度，以赤诚之心包裹成长的决心和勇气。好累啊！